大家好，我是 Robert， 今天由好康介绍你。Jeria D Eco Horizon 是位于 Batugawan Eco Horizon 城镇里的第一个 service apartment， 地理位置十分方便，就在 Borealis 和 Eco Horizon Ashton Collection 之间。另一个好消息是 Jaya Grocer 大商场预计明年会在 Australis 正式营业，到时候 Jaya Grocer、Borealis 商店都会在你的步行范围以内，简直是省时又省力。Jeria D Eco Horizon 提供一种最实际的，也就是一千方尺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示范单位。在这个一千方尺的户型里，我们有三房两厕。一进房子里，就会看到一个很宽阔的饭厅和客厅，可以让你随意的摆放你喜欢的家具，要长的饭桌、圆的，或者是这种二合一的都可以。接着是厨房的位置，从 dry kitchen 延伸到 yard area。大吵小组都没有问题，在这个 yard area 里还可以让你放进洗衣机和另一个烘干机。让我带你们去客厅看看。舒服的客厅里，除了空间实用之外，最重要当然是采光度啦。所以在这里配备了一道 sliding door， 既有采光又通风。 room tour 的时间，我们先进入主人房。方方正正的，喜欢怎么样设计就怎样设计。主浴室的空间也很宽阔。走完主人房，我们去看另外两个房间。走，这是二房，跟主人房拥有同样的景色，还可以融入 queen size bed。这是三房，我们把它设计成小孩的房间。当然，若你要把它设计成工作室，或者是放置双人床，都能办到。这是二房和三房共用的浴室，设备齐全。看完了示范单位，是不是很心动呢？心动不如行动。除了漂亮的户型之外呢，我们还附送 SBA loan 律师费和印花税，送灯，送冷气机，送厨房柜子，送风扇。赶紧向我预约吧，我的名字是 Robert， 再见哦。